叶先生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有任何事情我随传随到。你要给家中长辈祝寿，我擅自做主给您备了一份薄礼，希望您不要嫌弃。哼，这可是旱地茅台，窖藏百年，存世不足十品，可以称得上是国酒，有心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就当是我们商场的一点歉意。走吧。奇怪了，倩倩的电话怎么打不通呢？她现在值班吧，可能没带手机，一会儿就来了。倩倩，大家都在。明水生，张桂花，我们家是给你们脸了是吧？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往老爷子的寿宴带呢？你以为这里是要饭的吗？我给外公准备了旱地茅台。这酒窖藏百年，存世不足十品，价值百万，送给了不识货的人确实不太合适。价值百万，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？明天要你自己脑子进水了，你是不是认为我们大家都跟你一样傻？这种垃圾玩意啊，就不配上桌。大哥，你怎么把这酒给砸了？这是包天天物啊！砸就砸了，一瓶假酒而已，把拉都干根本撵出去。要不看在老爷的面子上，你们还站这？你们，州县夜市商场总经理，贺张老先生七十大寿，特赠千年灵芝一株，翡翠寿桃一枚，纯金寿山石一块，夜市商场至尊会员卡一张。哎呦，那个赵总。您别生气，那个谁的家里面没有几个穷酸亲戚啊？哎，不过您放心，我现在马上就让这一家子给我滚蛋，绝对不会伤了您的心。明天又，你们怎么还不滚啊？难道要让赵总亲自来收拾你们吗？哟，你还敢瞪我？你信不信？您这是，你这个混蛋，你在找死！赵总，您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啊！我全部让开！州县夜市商场总经理，拜见董事长，拜见二老，拜见董事长，拜见二老，拜见董事长，拜见二老。你们说我送的寿礼是地摊货，说我是不入流的农民工，你们要我一家人跪下来给这个废物磕头道歉，你们要我们付出惨重的代价。怎么，刚刚过了几分钟就忘记自己说的话了？要不要我买一面镜子给你们，让你们看看自己那嫌贫爱富恬不知耻的嘴脸？你不是说你们家出龙了？那你现在看看，他到底是龙还是虫？你们不是说我们没有资格跟你们一起吃饭？那你现在觉得没有资格的人是谁？你不是说我送的旱地茅台是垃圾，不配上桌？那您现在看看这些礼物有没有资格上桌？喜欢，我非常喜欢。很可惜，晚了，你们不配得到我的祝福。哎呀，我的翡翠寿桃。祝董事长一家
睦美满，幸福安康。和睦美满，幸福安康。